看看好不好？感受一下。我反问你。好，来来来。好的，在我身边的这个今天表现相当优异的 MVP 木森啊。哇，木森，你今天在第三节的时候那个上篮，现在让守门员措手不及啊。尤其是第十八度的挥杆，这是漂亮的帅拳道啊，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怎么可能做得到啊？什么球都砸在一起了？啊，棒球嘞！啊，棒球，棒球在哪里？棒球。好的，在我旁边呢，就是今天表现相当优异的棒球选手 MVP 木森啊。木森，你今天在关键的九局下半，坐在替补席帮教练按摩，帮队友递水，甚至比赛结束还在那边清理红土，相当干净啊，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其实啊，身为一个好的队友，你就一定要知道队友什么时候口渴嘛。那这时候你就要练习你的提神，怎么可能呢、啊？为什么会是这做这种事啊？我没有上场哦。你要上场哦？我当然要上场啊！来上场，来上场，来上场。好的，在我旁边呢，就是今天有上场，而且是棒球选手的 MVP， 相当厉害。请问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哦，今天啊，其实前面状况不太好，但队友很给力啊，而且就很幸运的打出这个全垒打。哇哦！虽然最后的对决呢，投手已经取得了绝对的领先，但我非常幸运能够打出。也感谢教练的信任啊！死狗耶！到底在干嘛？谢谢大家。接下来，我们讨论一下。